中国的业余横版啊，有中国的这个特点，缺点也是中国的特点。这个横版打球啊，反手好的比正手好的95%以上。为什么呢？横板反手太容易，比正手容易100倍都不止。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，中国的业余横板反手不好的96%以上，他就属于这种、个、人。他这个拉板，他反手没法打球，他所有的就得拼命的正手跑。为什么？他拉着拉着他要退台，但是他，你比如说他退到还差不多球离球台将近1米的时候。这个反手的技术就不是这样，一定要是这样，要不然打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它不成比例了，所以它这个反手，它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刚才我跟那位先生说了，你比如说你要解决什么？你要解决的是过这个旋转关和这个短球关。一般的稍微会打一点的人，很少有发极长球。都是以半长不短的侧下下面位置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对吧？所以说有一个问题你要解决，就是说看上去这个练习呢有点笨拙，有点傻，但是我跟很多人一再强调这点，你一定要好好练侧球，以反手搓为主，正手也要练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你这个第一是你接发球必须的，第二是你打比赛的连接，你离不开它。因为比赛没有这样开始，对不对？比赛都是这么开始的。你说你这搓这球你搓不好，你下边所有肌肉没用，你用不上，懂我说的意思吧？第一个搓球，另外你不管是正手侧身也好，还是反手进台也好，刚才我说这种半出台下旋，你必须有一把起下旋的手段，对吧？然后咱们再说连接的问题。今天啊，他这能力够，你跟你站在反手啊，现在是这样，我给你的球呢，不用你横向用步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这个球是定点的，第一个球这个位置，你正手拉；第二个球这个位置，你反手拨也行，打也行。连续啊，连续都是这点不变的啊，走。大家看见了吗？不是，他正手打的时候他不用退，他反手他就要退。为什么？他就是反手没解决这个引拍的问题，引拍一完顶在这儿退，不行了。他不摔不行，他没距离了，所以说变成什么？你现在就打反手，平打平打，好不好？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对，来，别发力，别发力，您不能那么打，来，一，二，一，哎，他这个你看，他这有点下死力，这个两个问题，一个呢他没有专门练，第二个呢他不这么打。他怕球回来呀，他回来他没招，他只能退。所以说你不要这下，哎，缓缓的推出去，缓缓的推出去。这个前臂啊，引拍的时候引到差不多，哎，差不多肚脐这位置，当然不用贴住，有个十来公分，然后迎出去还原，迎出去还原，不用退，不用退，也不用发力，知道吗？前臂往前右方。右斜前方挥动，不要发力啊！哎，来，一，引拍不够，引拍不够，前臂引回去，你瞧，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对，好的，对，引拍稍微引一点，离你的左手近点，引拍的位置，引回去，好的，引回去，引回去，引回去，对，别退。太早，你触球时间太早了，人早啊，就有点太赶。给好给位运动，你看着球跳进来了，你把两腿离近点，离近点，别发力，别发力，就是引拍稍微离肚子近点，往前站，往前站。
尹喷，尹喷，尹喷啊，雷爷。这东西很难的。你现在觉得小弟你知道吧？对呀、啊，不是，所以说呢，你把俩腿进。这时候你们这儿出手，哎呦，放松，对，对呀、啊，你让这工作有点距离，最后你再来这个，你现在先别来这个，这有点像勾心斗角，国家队最勾心的。对了，勾心，不是他没这过程啊，就是他那个是僵的，人家张继科那是连续的，你这是僵的，哎，你先紧过来，别发力啊，别发力，您，对，引拍，先引拍，对，先引。再引一点，对，好的，别发力，说这球下的都是死力，哎，这劲儿，哎，啪，两个力合上就行了，别用太多自个儿的力，你想想，如果说现在咱们让你上专业队，你跟人练习，刚才是人家打百速，现在你给人家用反手打百速，就您这么人，谁跟你打呀？懂我说这意思吗？啊，借力多一点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对，引拍，引拍，对，你，对，你让那个，哎，前面工作距离长一点，对，别发力。这个最后这一块别使劲攥拍，别使劲呀、啊，别使劲攥拍了，这一下。啊，你下后身不要用力，你就松的借我这来球的力就够了，对吧？别转开啊！别转，我先送你一个，转开你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我快给我别勾勾球，别转，对，别转，来。引拍，再用多一点，对，大臂跟着引拍，漂亮。你得打出这感觉来，然后咱们再说发力，没有上来就板板那么打，站那么死，是不是？他这个过程他是先有什么后有什么，他是有讲究的。成年人就是这个，上来就发力，发成死力了，完了，他你跟他交换交换不了。你不信？就是这么心挡，正好也是青蛙，来，你就站这位置，先一拍。先引拍，往回引拍，你看啊，拉完了引拍啊，往回收，对不对？对，引拍，对，别退，反手别退，对，往前站，反手，对，引拍，对，往身，对啊，走，对，又下死力，又下死力，对，对。知道吗？现在给我一种感觉什么呢？你这正手的工作距离正常，反手工作距离都正常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哎，你现在让这前辈先让有这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先让这么动起来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来，一啊，一啊，一啊，对。没退，借我的力就够了。对了，跨打球，又跨打球，手放松，别退，别退，引拍，引拍，别退。哎，用你的前臂引拍，把你的退给改过来，抵消掉，引拍引的不够，好一点，最后这边好用，知道吧？你稍微距离够了以后，你就不用下死力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意思，所以说你那发力是用英文讲吗 ？Have to do， 他必须得那么干，他不能干打不了啊，他没距离。我这有了距离，他就可以轻松，就是收发自如。你说你这动作不能收发自如，叫什么动作？我只能干一件事儿，那叫什么动作？不合理啊！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没什么吸引招。就是多打单线，少发力，同一时间，同一动作，其实都是这么来的。那小孩就是。
其实就是什么小孩什么都不懂，你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也甭讲道理，落一个扎扎实实的基础。对，当然我不能这么要求你们，为什么你们的理解力比小孩强多？我可以把道理讲给你，关键你们是什么？由于有不大好的毛病，手上不听使唤了，这点你是比不了小孩，脚也不松弛。我可跟你们这么说，你们可别小瞧了5、6岁的孩子，聪明的你没法想象，你可以就是无远佛界的去想，小孩全能做到，只要他合理，他够别的，全能做到。所以说这东西，另外就是你稍微练个搓球。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咱们搭建这个打比赛的这个过程，你那个正手非常有实力，没事儿，你那个东西不是不能解决的，就是在某些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，你想了点自己的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因为正手都不好，反手位也好，所以这拼命的下去。刚才老赵说那话对，你不能，尤其是后三指不能这么使劲。其实这反手后三指能使成劲是个非常值钱的技术特点，现在要求就是后三指跟这拇指跟这手背啪的发力，你有这条件，但是你现在先别使，因为你使出来是僵的，因为什么？你看你就退了，你知道吗？you